것이랑 새로운 이단 세례 집다 아 정신들의 진리 인간 본법 즉 만물 본법 이게 진리 형통이야 진리 부지우 사람도 비부하오 진리 부지우 그나 본법 그 당시 야단의 인연 후보 사람도 진리 하고 공지를 꼬시 신호와 호철비 신호들의 소자유 여우들의 삐죽도와 아 정신 박위에 당 참지 호철 비비 당 참지 협평진의 오와 这个火头片子的吊桥黑风筋子加水到一百块呢一块钱钱一跳就是炸到的一跳就是顶上一跳就是顶完了我过来把人给垮但是没有这个五百块钱的用为跳来个桥把钱钱就阿边哥阿钱钱就黑风筋子挖到了这些钱能不能够跳来给你当怎样火头片子一个怪 哇！大家七七八七，公路一条警察局就是玩，刚刚那个波起的我都能跳下去，不像用不出大威啊，背着我，我从这里，哦，这里再来，开始停一下，停一下，然后进行对待，我看看老威啊，跟左右能救起来，这个停过来，这个左右呢，看这个威哦，老威啊，不会死，上面被人打，哦，等我一步，上面被人打，公路的背起的老威啊，看见了。 这人好大，竟然被十八级的查给个白卡，少年家这人济，无人敢跳落去，这怪天气比一百多，要一敢跳落去，这个查某，这也实在无简单。啊，市长包括东部的主委，另外两个叫无关亲戚经理，啊，都人口应该抗灰，不要为着这样一个翕相，人家好，人家不精神，不啊，第三讲这个精神，记者向外访问，哎呀，阿你太真好大。 一来天气，你敢跳来个桥，你老表说顺路干你，你上他二楼呀？所以呢，叫做精力，精力未平，让人家去看破，让人家动人的筋。你一过来看他地，是不是在那看？ 啊！人坐啊，老伟啊，摆卡卡无啥会调，啊，吊桥本身就难干，啊，人家以前是拼落，拼落，人是你说伊在个桥，啊，桥都袂讲话方言，啊，袂想无即个麦克开始就新闻采访啊，讲作用，这个精神甲文化讲啊，你把这好大好话，甚至不报上讲伊讲的话绝对足好听，一定讲啊都无球比赛，那是汉民族伟大民族，咱就是团结，对不对？ 当时这个精神突出的就算，你干了就上个一楼呀！哈哈哈哈哈！你就是掉个咪个球，是那个一楼。啊，所以呢，大家，咱同学都当了解讲真理的真相，我是用另外一个比喻啊，一个比喻这个真理。咱人结合，跟你社会做代志，所结合这人真，人啊失去真，意义就不一样。